眼前沧海的一滴，时光如梦盘旋成了无力，一合发起涟漪，我像风在银河间飞行，至少有星空可以看，这日子还算不错，不是吗？如若不是断崖那一日，我或许会很喜欢很喜欢，我或许会与你做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尊主，怎么了？你要去哪儿？啊，这可是你的登位大典。我好像突然明白，这世间之事没那么简单，多的是左右为难，进退维谷。李叔，当日你救青姬之事，是否也是如此？三月，对不起，我不怪你。啊！我说，我不怪你了。不怪是什么意思啊？三月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口误的好，要不然我会信以为真呢。其实我对你早已没有恨了，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开始，所以一直沉溺于悲怆之中，无法自拔。心中所想，口中却不敢言。云何尝亦如此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其实你我之间真正没有勇气的那个人是我。十方阵之后，我常常不愿意理会你，你却总是一笑而过，从不保留，总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这么久以来，我看着你尽力弥补，却从未给过你一丝希望，对你真的太过残忍了。不残忍，不残忍，三爷。我常常在想，我欠青竹的，我尚可以用命偿还，但我欠你的，我不知道。他总算是熬过去了。云鹤，以后不准这么吓我了。我不过是睡了一会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睡了一会儿，你刚才差点就死了。凡事直逼心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药死了呢。我就是太困了，看把你们吓的。程颖，我的国。
还记得我喜欢吃这个？是我自己想吃而已，跟你没关系。哦。那你吃一个给我看看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喜欢吃的。你不吃啊？我不跟你抢。有些东西还是没变，看在糖蒜的份上，我也送你一份礼。万花谷大军来势汹汹，那么多御林失聚在一起，力量非同小可。战场上面刀剑无眼，有软甲护身总比没有的好。你不要以为这点小恩小惠就可以讨好我。那你不要就算了吧。既然学会口是心非，参见贤姬。这小果子吃着与别的果子无甚不同，踩着却甚是有趣。林公主，你要不也试着玩玩？贤姬有如此心情，想必是中有所悟。审而后发，犹未晚矣。恭喜贤姬。此事还得多谢林公主。所有的柔情都是假的，是虚幻的。唯有自身变强大，才不必仰仗别人的施舍。本宫现在不介意扮演别人，终有一天，本宫会得到所有想要的，谁也阻止不了，更夺不走。隐忍伤身，仙姬何不将气撒在更痛快之处？鲛人伤了仙姬，就算是挫骨扬灰，也不足以消其罪孽，岂能容他这般逍遥？你此前相告竟是秘密，今日又来觐见问候，与本宫回诉鲛人之罪，你是出于忠心呢，还是另有所图？镐京确有所图，还请允许镐京以仙姬之名出征北渊，惩戒罪徒，以平仙姬之怒，万花谷支持。仅是如此吗？仅是如此。这有何难？谢过贤姬。不过呢，本宫有一个条件，此去北渊，本宫要你杀了纪云禾。本宫知道你与纪云禾有救，但想要投靠本宫，就要拿出诚意来。本宫想要纪云禾的眼珠，如这葡萄一般，踩烂在脚底。否则办事不利的后果，本宫会让整个万花谷来承担。林谷主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定会让仙姬如愿以偿。